好多人冇工翻，连自己食饭嘅钱都冇嘅时候，保米一样系会挨饿。我唔系为咗赚钱去同你冲凉，冲干净嘅时候，佢哋会摆尾啦，好开心咁对俾你。你中意佢，你就会想将所有最好嘅嘢俾佢。其实不是做开这一行，我自己有这个热性，去考了个宠物美容师牌，那就想试一下为一些宠物去做一些小事。不考牌其实是做得的，不过是想自己比较专业。以往一直都不兴去考牌，一般美容师都不会去浪费这些时间和这些钱去考牌，因为他们觉得经验永远好过纸上谈兵。但我觉得如果你得到一些认同的牌照会更加好，我会一直都会继续读下去，因为我现在读的牌其实是初级或者中级的牌，最高可以去到 A 牌，可以出 show 啊，甚至导师牌。如果出 show 可以拿到奖，得到人的认同的话，我很想的。有很多集团式的宠物美容铺，为了赚钱去做的美容，我们是想做一个美容，就是为真正为只狗去个角度去想的。喂，我不是为了赚钱去跟你冲凉，我是想将你扮到很靓。你有很多行头为收百零蚊冲二十零三十分钟就搞定一只狗，其实是不可能的事，成本时间都是一个问题。其实我们做一只狗普通冲凉连埋做 SPA 都需要 1.5 个小时，他们真的为钱，我不是有这个热诚。有很多你看到外面宠物美容就这样有一个全窗仔这样，他完全不会给到自己的主人看着我们去做只狗。 Touch wood， 我经历那些店铺都不会对宠物做什么太大的伤害，他们都只是为求做多几只这样赚多几百元，关上房门这样做，其实他做什么没人知道。反而我喜欢一间宠物美容铺就是完全落地玻璃啦，给他看到，喂，我可以站在这里望着你怎样对我的狗的，怎样对我的猫的，那可以给到一个信心他们。我觉得最喜欢就是透明化，每样东西都。咁如果你收收埋埋，你自己都冇信心俾人哋睇嘅，咁你唔会做得好嗰啲嘅。我自己都有养宠物嘅，咁我有养两只狗啦。我会以佢哋嘅心态去做一件事咯，我觉得帮佢哋扮靓，佢哋会好开心，佢哋会知道我哋主人对毛孩系好嘅。而家有好多虐猫虐狗啊嗰啲，喂，其实你唔中意佢哋，你可以唔理佢哋。他们亦都不会去骚扰你，但是你喜欢他，你就会想将所有最好的东西给他。作为一个主人的话，我当然想我自己的宠物很漂亮，他们觉得自己很糟，帮他冲凉冲干净的时候，他们会摆尾，他们会周围走，很开心很开心地对比你。那这个感觉是我想最得到的东西。现在这个民生里面，其实很老实说，很多人没工翻，连自己的饭碗都保不住的时候，这样样怎样可以提供到金钱去令到自己的宠物可以去做美容啊，开开心心。其实连自己吃饭的钱都没有的时候，宠物一样是会挨的。虽然现在我们是很辛苦很辛苦，但是我觉得香港人是永远都不会因为辛苦而去认输。是啊，我们会做得更加好。